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的燕子市长卢秀燕。九二一地震20年了，秀燕现在来为大家示范避难防灾的三动作：趴下、掩护、稳住。趴下、掩护、稳住。话才刚说完，市长卢秀燕听到警报声响起，完全没包袱，秒钻到桌子底下，也不怕弄脏衣服，立刻抓紧桌角，用手保护头部，完成趴下、掩护、稳住三步骤。灾难来时要熟记保密三动作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。九一大地震20周年，市长卢秀燕一刻也没闲，立马亲自示范地震保命三动作，来教导市民怎么防灾。市长所示范的哈，先趴下。跟上九二一地震防灾风潮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不落人后，双脚跪在地板上，双手抱头防灾。但仔细看市长的动作，怎么有点卡卡的？还有旁边的议员打 pass， 这才完成正确动作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九二一的惨痛教训给我们留在心里面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以后都无灾无二，要无灾无二，要懂得防灾。六都两市长接地气防灾演练，就是要民众永远记得九二一的惨痛教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